今天遇到你输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第一次输了，对不对？是吗？你居然输给哥哥，对不对？那很受伤，是不是？不要哭了。那你，我跟你讲，你回去好好练习跆拳道。你跆拳道练习好，以后你就不怕比你更强壮的人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你打架输了。需要的不是强壮，是什么呀？力气。哦，力气哦。你力气不够大哦。好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那个也是小哥哥，他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力气。那你越强壮的话，你越会控制自己的力气哦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你长大之后，你好好，你锻炼身体，你肌肉很强壮，就可以保护你自己，有没有？还可以保护身边人。别人推你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立住。啊，现在我知道你很伤心。伤心对不对？好，没事没事。